然后那个现在呢，因为前面伯伯呢，伯伯二十一弟有这个泰囧啊，降魔呀，然后我们这戏也借着伯伯春风，说现在能够跟大家见面，一定是部特别好看电影。然后一会儿你们继续观赏，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这点有伯伯在这儿会给大家做个保票。不知道大家听懂没有？没有，没有。王婆的几部影片呢，配的这个票房累计是21亿、25亿，是吧？25亿。所以说，现在剧组的所有成员给王婆一个称号是25亿帝。然后能不能到30亿、35亿，就看你们这次能不能给力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张涵予，涵予大哥。那个，我们呢这回也是。搭了活的这个春风，这个活呢前面几个电影，刚才我也说那几个电影，活一共加起来，一共卖了25亿，我们呢打一个三折，也得有七八个亿。太谦虚了。完了不是，我们呢关键还，我们这回都没拿片酬，我们算是投资人，所以就指着活呢给我们挣这点钱，我们能别白费劲，能分点钱对吧？不是意思我听出来了，要是到不了的话我得补，是不是？那个下午我刚听说你那个泰囧你参与投资了，这个卖了12个亿，你分了多少钱？因为这3-2个亿也不是3个亿。你最后就贴给我们点钱就行了。不是咱得有自信，就咱这电影你也投了，你到最后别说3-2个亿了，后边我也不敢说了。莫大姐，我呀，喂，你好呀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你好呀。莫愁这次给我们唱的好吗？好，谢谢谢谢，你们也棒。今天很荣幸和这么多大腕在一块儿，然后又见到了你们，然后今天正好是我们那首新歌首发，不知道你们到底听没听呀？没有。唱两句。你们跟我有点紧张呀。一般现在如果紧张的话，就需要你们掌声鼓励。如果他还紧张的话，需要你们声效的支持。谢谢。如果连这样都不唱的话，需要你们起立尖叫。如果还是还如果不行的话，让那个黄渤老师给吴莫愁伴舞，需要支持。对这个体型好，这东西咱俩站在一块儿就不用说了。所以说过一会儿你也缺不了。但是呢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你是跳个舞啊，给别人伴个舞，以前也伴过，但是这个给别人行。这个莫愁伴呢，这个点儿踩不太着，你知道吗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其实我觉得今天就不要难为大家了。然后我觉得。我今天就可能是一个宣传曲儿，然后大家就去上网听吧啊，然后都买正版，买正版，票都买了，上网，票都买了，花多少钱？你看这么多钱了吗？跟你们那个预告一下，因为今天你们看这个影片还没上映，你们现在看的这个观影时间呢是有个密钥，一旦错过这个密钥期的话，一会儿就看不了了。哦，这样吧，好不好？电影还是一定要看的，一定要看。对对对。对，我们就这样，我们在这儿呢。我们导演包括说，那我换了一个麦克，哎，这个麦克太好了，我给大家来上那么一句吧。请注意这一句。哎呀哎呀哎哎哎呀！
上支持我们的厨子戏的曲子，最后也是希望，如果你们真的觉得好看的话，希望你们能够帮我们做做宣传，好不好？可以拿出你们手里面的那个手机，打开微博，然后共同的为我们的电影厨子戏的痞子添把火助把威，好不好？好。另外就是每一位主创，好吗？好。好，谢谢你们。下面祝你们观影愉快，谢谢谢谢。OK 了。